也不会觉得自己是有多幸运，其实是这样，因为这一路走来，我都记得自己非常清晰的脚步，我都知道是怎么一步一步，就是能够到今天可以就是有自己喜欢的角色，也可以有这么好的机会可以去实现自己的梦想的吧。我也不知道世上有伤啊，就拍戏的时候我会忘掉这个，就是撞到哪里或者把哪里割到，所以我觉得其实幸运还是要靠自己去争取的，不是说我坐在这里啊，我觉得自己特别幸运就肯定会有好事来找我，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不幸运，但是一定会自己去创造幸运。